抒情过后就带来一个比较稍微激情一点的歌曲，来自张惠妹，也是他早期的作品。对 ，OK， 其实应该说是他转型的作品啊，哈，因为他刚开始认识他都是先从唱这种温馨路线的那种抒情歌。对 对，其实他起家的啊，没错。所以骨子有叛逆的那个。对啊。灵魂路线。他是找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。陶喆他写了一首歌叫做《爱什么心爱什么心爱》。爱说的稀罕。